元素锁我就收下。还给我，把元素锁还给我，快还给我！刚刚我做了噩梦，梦到我的元素锁被抢走了。嗯。啊！元素锁呢？还挺有活力的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莉莉，魔像真的出现了，还有那个雷之电战士，她就是那个叫祥华的女孩吧？自从祥华得到那种力量后，荒漠村庄再无宁日，不时就会遭到袭击，所以村民都很怕他。听起来你跟他很熟，为什么他会跟魔将在一起？我也不知道那个怪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但是因为他，祥华才躲进那个古老遗址里，不愿意跟我们接触。古老遗址，看来那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，雷元素皇殿所在之地。你们要到哪里去啊？当然是去把元素锁抢回来。啊！不要伤害祥华，如果可以，请把他救回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他这么讨厌你们？只怪我那时候太胆小了，抛下了他，逃走了。莫言啊，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那个叫祥华的女孩，竟然讨厌到要跟魔将合作。有一句话叫做好奇心害死猪，有些事不必知道也不必探寻，我们只要完成任务就好。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是好奇心害死猫。可是你是猪啊。你给我站住。我感应到了元素能量，那里果然就是雷元素皇殿。环境怎么变了？莫莹，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莉莉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祥华他也在这里吗？那是什么？快跑！暂时安全了。莉莉。坚持一下，这里应该是混沌制造的幻想空间啊！他利用祥华的记忆，让我们置身幻想中，迷惑我们。这么说，刚才都是祥华的过去。被信任的朋友背叛，感觉怎么样？你说那些人是不是都该死呢？我要让他们也尝试一下我遭受到的痛苦。祥华，可怜的祥华，只有我才明白你内心的痛苦与仇恨。开启幻象空间的果然是你，魔将混沌。这次的对手恐怕不好对付呢。那就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承受雷电的攻击。不对，我们是来帮你的，不要继续被这家伙迷惑了。超星龙骑武斗变身，雷暴闪耀，雷电斩，雷之电战士，雷光弹。痛！你有本事，等我也变身成电战士，再一决高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击溃他们。你想跑到哪里去？你敢算计我？只有势均力敌的力量，才能叫决斗。接住，超级龙骑，武斗变身。电之电战士，电光风舞，轰岩斩。我不知道你被困在这个幻象空间多久了，但这些都是混沌故意让你看到的。胡说，开枪！废话少说，把脑带回去。穷奇大人可不允许任务出现任何意外，看来只能由我来亲自把你们清理掉了。混沌兽化形态了，大家小心，快躲开！
刀翻滚，极神降临，笑纳七剑王。笑纳七剑王，我来挡住他，快把人救下来。都好吧，反正从来没有人在乎，能有了我，村子里的人反而更开心。你错了，所有生命都一样珍贵，只要有我在，就绝对不会让你掉下去。你连自己都救不了，真是一个天真的家伙。不要，小宝，不要，别放弃。晚了，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那时我是因为太害怕才逃掉的，不是故意丢下你的。对不起，小伙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不好！莫影，火焰燃尽，七神降临，火云七帝王。火云七帝王。在我的幻象空间，谁也打败不了我。小心，力量对比太悬殊了，单提七定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恶，你瞧，人类的天性就是贪生怕死，当你遇到危险，他们还是会选择放弃你。既然你无法下决心，我来帮帮你吧！丽丽，走！小花，我激荡不了多久，走啊！雷之点战士，你还是执迷不悟啊！丽丽就算害怕，她还是选择回来救小花。小花就算对她的背叛很生气，但当她遇到危险，依然选择救她。这就是人类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是不会理解的。哼！那你们一起死吧！血落修罗记，我要保护他们。终于感应到你的决心了，来吧，呼唤我的名字吧！电光血幕，七神降临，雷霆七剑王。敲醒隆起自我力量，燃烧的眼神是炙热，全勇猛为正义最感动的人。最火焰雷霆啸浪，大地暴狂，你心脏不破绽，黑暗心战再战，才配换不动极点王。回到天地光一场，回到光明之地，雷霆极点王。以元素之心为誓，以钢铁之躯为证，从此刻起，你就是雷元素能量的正式继承者。雷元素力量，好好利用这种力量，亲手布阵世间万物吧！既然在这种时候彻底激发了雷元素力量，雷霆圣化，小伙，你真的愿意跟我们离开？嗯，其实我早就想出去看看了，看看那些拥有跟我同样力量的人。那以后我们两个就是一伙的了，不用管那个像冰砖头一样的家伙。可是他长得比较帅呀。我没告诉你吗？你说什么？真可惜，来迟了一步。找到了虚无大人的元素盒，混沌，我就姑且当你完成了任务吧。哦，哎，找小童啊！快找小童！他偷了我的包，帮我抓住他！来人呐，帮我抓小童！聪明如我吧！哎呀！是谁？
时。哟，你在干嘛？小弟，小偷都被你吓跑了，让我帮帮你吧。哎呦！谢谢了，风岭师兄。我们龙城山竟然会出现这种偷摸拐骗的小贼，该给点惩罚。我再也不偷了。我的包包被偷走了，我的包包我的包包就是这家伙抢了我的包包，大家快抓住他！师兄，你的武功好像又进步了呢。你也是。糟糕，补课开始了，赶紧回去。叶枫的家伙怎么又迟到了？等得我都饿了。我的香蕉不会被师傅发现吧？叶枫，师傅，五课都过半了，你们现在才来？魔将虚无觉醒，龙城山肩负着守卫元素核的重任。叶枫，你身为超星龙骑风之殿战士，更不能懈怠。哎，就是，亏我还特意跟着你从地心组织回来训练。老师傅，你尽管罚他，不用看我的面子。哎，师傅，事出有因，你听我解释。师傅，都怪我叫师弟陪我下山才耽误了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哎，没说不罚你，你身为师兄，纵容师弟，俩人一起受罚吧。老师傅说了，不把木柴劈光，今晚可不准吃晚饭了。哼，不就是砍柴吗？一点难度都没有。没错，我们师兄弟联手，没有什么办不成的。又累又饿，我不行了。你去吃饭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从小到大就师兄对我最好了。好吃好吃，叶枫啊，你们龙城派的饭最好吃了，阿星很满意。给给，别说了，赶紧把食物给师兄送过去。什么声音？有小偷！别跑，站住！师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藏宝阁被破坏，里面的卷轴被偷了。什么？阿星，我们去追。超星龙骑，舞动月神。风之剑，舞之剑战士，风之剑战士，师兄，这里交给我们。你跑不了了。悟空，来，小贼哪里跑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龙城派的卷轴？这家伙居然刀枪不入，难道？现在就尝尝这招，天时地利。毫无狂风刀，还我剑招！龙骑大人有令，剑战士出现，启动歼灭模式。
战士出现，请歼灭模式。普通攻击伤不到他，只能出绝招了。我懂了。节奏流星。豪气压回旋。卷轴很重要吗？我们赶紧回去通知地心组织，让大家过来支援吧。从今天起，增强龙城派的巡逻，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的踪影，立刻汇报。是。才刚刚开始，越来越有趣了。